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带你哋去一个意想不到嘅地方食午餐，我哋都系第一摆嚟啊！就带咗 Terry 嘅表姐，啱啱咧喺澳洲翻嚟嘅。呢间啊，连芙蓉人都未必知道嘅隐藏美食店咧，系位于120年历史嘅海南会馆。佢摇身一变，变成咗今日嘅海南咖啡美食店啊！成功咁样转型，打造咗芙蓉嘅旅游新景点，游客嘅打卡新圣地啊！嗱，唔好再话芙蓉冇旅游嘅美食景点啊，都唔好讲芙蓉冇嗰啲游客嘅打卡圣地啊，呢间咪系咯。呢间海南会馆啊，佢又利用咗佢嘅会馆嘅礼堂咧，就开设咗一个海南嘅咖啡美食店啦。主要其实就系为咗传承以及发扬海南美食。呢度有各种海南风味嘅美食啊，譬如话系海南鸡扒啦、海南鸡饭啦、海南面啦、海南咖啡、海南面包等等嘅。总之咧，标签咗海南嘅字眼啊，有海南两个字嘅。你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，连海南梨的特产啊，这里都有买啊。你哋约定嚟噶？冇啊，系同阿宝嚟约定，唔知你喺度。啦，全打冇我，我都做翻。喂，走啦，拜拜。喺边度？北上高。OK 啊。麻烦你，我 Honda。 你联络我了，我帮你安排。还要是我帮你找，你分没圈啊？对呀。